我们是在曼哈顿的中层，交通很方便，很多很好的餐厅，还有很酷的年轻感。欢迎收看新一期的安家纽约节目。现在我是在曼哈顿中城西部一个非常具有活力的社区，这里正有一栋全新的楼盘 Charlie West 正在建设中。我们受到独家邀请，今天就带您来一探究竟。位于43街十大道的全新豪华住宅 Charlie West， 由南北两栋大厦组成，从单房 Studio 到四卧室以及七套拥有私人露台的 Penthouse，共123套住房。大厦的外观融合玻璃幕墙和砖墙结构，既现代又古典，极具风格。楼内有丰富的公共空间，像为都市客准备的自行车储存空间，设施齐全，动感十足的健身房，以及色彩亮丽、温馨安全的儿童游乐室。而最具特色的是设计师别出心裁打造的室内外两用游泳池。两个大厦连接有一个庭园，庭园里面有一个我们是冬天可以关门做一个暖水游泳池，夏天我们就把它打开。我们当然是24个小时门卫。在我们的大堂一进门呢，有一个 curated library， 年轻人找到你的朋友，可以跟他们一起坐在 library 里面聊一聊天。这个是现在现代年轻人很注重的地方。进去我自己的房子里面以后，周围就是很优美。我们玻璃幕墙是从 floor to ceiling 的，透光度是很好的。我们用的窗户全部都是我们叫 double pane， 隔音很好。因为我们的 construction material 也是超高档的，所以你就感觉我自己的家里是很舒服。每个房间都配有开放式厨房，料理台采用质感一流、易清洗的纯白石英石，生色橡木地板令整个厨房显得精致优雅。烤箱、冰箱和其他电器也选择信誉可靠的知名品牌。卫生间则采用意大利卡拉库塔大理石，结合核桃木和石英石打造舒适空间。Charlie West 的开发商在纽约开发了多个项目，旗下最有名的便是纽约富有历史的传奇酒店 Plaza Hotel， 而 Charlie West 的建筑设计团队则是年轻感十足的 ODA Architect， 他们在 SOHO Tribeca 设计了许多项目，极受年轻纽约客的喜爱。现在我们就是尽量把这个 SOHO Tribeca 年轻化的感觉带过来中城。曼哈顿的中城交通很方便，我们往南边有一个叫 Hudson Yards， 是现在曼哈顿里面最火的一个 up and coming area， 我们走步几步就到了 Times Square 时代广场，是整个纽约最有名的地区。Charlie West 的所在的社区也是纽约著名的美食区，来自世界各地的美味餐厅应接不暇，令纽约客趋之若鹜的经典亚洲美食也是触手可及。附近的有机农夫市场则提供了健康、新鲜、丰富多样的蔬果选择。公寓的附近大公司林立，租房市场也很旺，无论是自住还是投资， Charlie West 都是不错的选择。现在曼哈顿有很多是改造房，我们呢是一个全新的房，但是我们的起步价性价比是超好，只是1800多块一尺开始。Studio 89.5万美金起，一卧120万美金起。除了合理的价格定位外，开发团队还特别设计了多样化的户型，让购房者有更多的选择，也让楼盘未来具有保值增值的潜力。年轻、现代、舒适、优质是 Charlie West 的开发商希望为住户打造的理想居住空间。而在曼哈顿中城区域众多的新楼盘中， Charlie West 也以较高的性价比和投资潜力脱颖而出，为曼哈顿的房地产市场又增添了一股活力。